是小公主，小公主找欧里，找欧里。那我们好。这样。My quiver and bow are ready. 这样，我在这里。你玩谁啊？你要王王林烈啊？我在想要不要玩猎人，看下一个给我什么。我看你一直很想玩猎人，因为玩不起来啊！不要讲。你起手猎人的话，你就要找一个大盘在前面。没有啊，就猎人战士啊。像什么死亡骑士那一种啊？啊，骑士是不宰啊。My quiver and bow are ready. 隔壁的，我看你很久了，隔壁。干嘛？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？请说。要不是不能跳过去，不然我就没事。不然你就怎样？讲啊。你下一场，你下一场要放一个近战在前面哦，不然你就打。你要他给我一个近战啊，好，丢下去了。四海明，你要的都在我这里耶，感觉如何？你要的也在我这里耶，像什么？我只在那边把它刷下来而已哦。我死亡骑士还两只嘞。干！你还不给我？想给啊，给不到啊！快给我！我丢！我丢！我丢！不行，这是女太，我觉得我要炸了。完了，你的坛倒了。坛倒，我就炸了。是啊，来给你这个。要什么？要拿的刀啊，靠背啊！完了，他都不给我要的，怎么办？惨了！惨了！我先拿这一个。他给我两个元素，哎，你觉得如何？隔壁的。隔壁的，他给我两个元素，你就如何？没怎么样，元素我不玩。那我不要转元素啊。看你啊。哦，有了，我在玩精灵队。没事没事，我隔壁的好像是法师啊，又好像不像法师。哎呀，我差点就赢了。尴尬，小力点，小力点，我是不是要下去了？下去了，没事没事。隔壁的，你觉得如何？是没人在玩地精哦，好像没有哎，你要不要转？小小会坑人，还好你要会放好位置，你要会放好位置，挺好，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。啊屁咧，这怎么五只啦？他升等哦。嗯，没事没事。你看，现在就死了就好了。连败也是个技巧，干，一只都没打死。你这个不叫技巧。
惨了，惨了！你还说没有人玩机械，我现在立马出一个机械队给你看，有没有？惨了，他这样给我，我怎么打？哇，那全刺客哦！有全刺客队啊，所以我在说完蛋事啊，孩子。不要赢啊！不要赢啊！惨了！明白要终止了吗？我也差不多了，隔壁的。的符王把你砍死了，惨了！该卖的就该卖。回来了，叉叉找我，叉叉，好久不见了，叉叉，都在知妹了吗？有知道妹吗？所以那个妹可爱吗？可不可爱，我不敢说了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没知道啊。哦，就因为没知道才会回来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人呢？你很过分耶。他说可爱耶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但又一输一赢，拜托让我下去。我一输一赢啊，你不是一个人啊。兽人我就不卡了。嗯，你怎么卡兽人？隔壁的。没有啊，没有卡啊。我有两只兽人啊，可是我没把他拉下来。我靠！又莫名其妙赢了。隔壁的我好尴尬啊，隔壁的。没事没事，我等下就你，我等下就收一只回来，故意输。连他都来啦，那我先把你放上去，把你放下来啦。隔壁的，你对这个情况感觉如何？你可以卖一卖吗？卖掉吗？这干嘛？没事啊，给你了，不用客气。还好、欸，没有到很卡。哇，你也要剑圣哦？剑圣要啊，我这一队哪里不需要剑圣？赢啊，好烦哦！这人到底想怎样啊？好烦啊！能不能让我全输或全赢啊？不要再搞我了！隔壁的，
好像很多刺客我狙击手好惨啊。你放一只战士直接在后面卡着就好了。等一下吧。我听到有人有蛇女啊！我也听到了。我要的蛇女啊！而且那个还在我隔壁而已，我的天！他是没存钱吗？十五、十三、二十五、三十五、二十二。好了，我剑圣不卡你啊！十四、二十。你为什么卡我的剑圣？我卖了。你要用可以用哦，两个人拿而已，还好哦，太多人拿才不好哦。没事没事，我这个想转就转。凶巴巴的，我可是爸爸。你看我就要赢啦！我好像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没有哎、欸，我输了哎、欸。好，行。哦，石化的好，石化的好。他石化到哪里去啦？石化的好，石化的好。哎呦，不痛不痛。爸，该爬喽，该起来喽，你躺很久了。没有我要的起啊。看不懂这模式怎么玩，就棋子啊，下棋啊。然后我们所谓的那个是因为它有这个被动，它有这个被动就是能的话就尽量收集到三个这样子，或者是六个这样子。那我们有被动会比较强。哇，这一队我应该敢，这一队更惨。喂，好惨哦。好多人五连胜哦！没事没事。哦，来了。为什么把我的那个丢去后面不太好吧？两个都是远程的，就是到后面也是不太好。哇，有点痛。我莫名其妙打赢了，爸爸。存钱哦，爸爸，你钱有点少哦。Master of Beasts。可是我感觉好像就我在存钱啊，等一下。阿内姆汤啊。没有，我一直在存啊。爸爸，我输了，爸爸。
没事没事，你下面还有两个可以让。干扰者要买哦，要了来了来了来了，我在想什么？那我先那个这个不是好。到底是谁的卡我骑呀、啊？各种花钱生没有哎，我其实忍耐力蛮强的，没差。爸爸该起来喽，爸爸！别再躺了，再一场。这个应该不用吧？要吗？我看一下啊，狮子王你什么效果？哦，捡护甲，捡护甲我想要了。拿吗？拿吧。捡护甲很重要，对于我这一队来说。你不会连一只素人都打不赢吧？哦，还好。啊，在这里就赢了。爸爸，你在那边卖耶？没有，你哪有看到我卖？有啊，我看到你在那边卖。你又不知道我卖什么？我看到了哦。没卖哦。你在下面躺很久了哦。有的脸色好像被我打下来了、欸，我还没看到美杜莎哎、欸。隔壁不是拿着吗？就我意思是说，我还没拿到。哦，我怎么一直遇到这一队？那一队巴贝提吗？不是骑士队。天哪，还一只熊打趴我全部人欸，好扯哦。
pus in your eye.到我很多一级的，我全部都还没升上去，等不到啊，等不到就只能等啊。输给这一队耶，有点不太妙。你要下去啦，你还不起来吗？就抽不到我要的。爸爸不能这样哦，该起咯，躺太久咯，我都觉得很母汤咯。我这个有点想给他。领我哎，好强哦！刷一下，五个金色，再刷一下，没有金色的难过。但那个我拿不下来，尴尬。不要遇到第一名跟第二名，我都没事。问题是有时候你不想遇到他们，他们就一直要来。没事，我这手牌真的很烂，要什么没什么，要来什么。我还只能放两个位置哎，我要放水啊！
我家的干扰者放错位置啊。有 X 能上两朵 ，X 能两朵。我想想、哦，你猎人六只了吗？我猎人，我现在就两个位置，我只能放多两只。那你就搞个三猎人三战士啊！我就三猎人三战士啊！现在场面上就是这样子。三猎人三战士两亡灵都，除非我放四亡灵啊。两亡灵，两亡灵也可以啊。我已经有两亡灵啦，你还有放什么？然后两亡灵，如果是八个的话，你再可以再放一个萨满。放一个萨满，那还缺一个要放水。放一个草鸡吗？就要不就放潮汐啊，或者是那个迷雾啊，谜团啊。谜团是四五四。那我考，那我思考一下。然后你的兽王是近战，白那边会卡住。不会，我特地的。特地改在那边的，你不懂。亡灵两只。标枪。之后有来巫妖可以换一只亡灵下去。嗯？有来巫妖可以换一只亡灵下去。他来潮汐给我了。那你潮汐放前面啊？必须的啊。巫妖跟法师，我比较喜欢死灵法师。哇，你那只剑真坦不住。很正常啊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可以啦，你这个目前应该是最稳的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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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爸爸，你为什么下去了？爸爸，我下去了，我已经到第一名、第二名啊。爸爸，醒醒啊！爸爸。算一下，就是抽不到我要的图，下去，我就只好得下去。你，我觉得你想要的东西好像都在我这里吧？不是，都被你们其他人卡住了。一开始我要凑战士队啊，战士队就被卡住了。我这边就是三战士啊！我靠，两只超级是怎样啊？这一队。后面我要凑那个，后面我要凑德数队也卡住了。那个 AA 你要给我下去的哦，你卡我潮汐卡两只那边哦，我觉得很母汤哦。AA 在崛起啊，他两只恶魔守卫，他两只潮汐呀、啊。最主要他两只恶魔守卫都顶在那边啊，好烦哦。影魔也二星了。哇，换两只影魔。终于卡你们，对啊。
他们是后排被我一只干扰者弄死。大家都要下去了，稳了啦！你这场难说难说，可能等一下你又看到他们崛起。有谜团呢、欸，但我不想了，不想了，不想了，讲真的不想了。谜团 DPS 这么高？嗯，你要知道我没控场啊，所以那个潮人会比较好，而且我干扰者啊。干扰者 OK 的，主要是要把好狙击手啊，狙击手没死，什么好说？你看我狙击手没有死 ，DPS 就是他的了。哎，我死灵法师都没死哎、欸！这也太惨了吧！开始刷潮血喽！先升等哦，差一点点哦。干，你又来我给我这一个啊！咔咔咔咔！我有各种卡哦，先刷一个哦。要刷也是刷兽王哦，兽王差两只哦。你末日，你那个斧王可以卖了啊。斧王卖吗？斧王卖了啊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斧王蛮强的哎。斧王，你现在抽几率比那个四星还要低。哦，有了。而且我是不是觉得有人在卡你斧？卡起来，卡起来，还是没有我要的，尴尬。我游戏选命机给他了。死力法师有人拿吗？这一只那白痴的东西会有人拿吗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死力法师还不来啊？死心的哦。我觉得现在他们要切我后排也不是，不切我后排也不是，有点尴尬哎、欸，他们。呀，我是不是该放谜团啊？谜团哦，还是要拿巫妖哦？谜团还是巫妖哦？好，谜团了，他来了。哎、欸，有蛇女耶，好想拿哦。你要凑六猎人吗？凑不了啊，现在凑不了啊，不是我要不要凑的问题啊。哎、欸，巫妖也来啦！哇！哎、欸，巫妖来两只啦，好，我换了啦。那王那个死灵下去了哦，灵下去。巫妖来了两只，你还不拿巫妖？旁边还有一只斧王。巫妖垫起来，垫起来。他垫不了了，就一直他垫干嘛？怕吗？砰！你看，全部死光光哎、欸，扯爆哎、欸！砰！他还没二星呢、欸。HT 放给多少？好像也可以。他那只很扯啊，那一只炸下来超扯。刷起来，刷起来。再刷，再刷，再看，再看。哦，有了！啊啊啊啊！快了，
快快丢上去，直接丢上去。我还卡了一下哦，欸、不是我要不要丢问题哦。对我感觉我会输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那个后排被刺客切死了，你要放一只战士后都到后面去了。我放兽人在后面啊，还是不够。你开场那个，你开场那一只萨，你开场是萨满就直接蒸发了。哦，对你接下来是遇到刺客队。你要把一只金章往后拉哦。就先这样，然后等。看可不可以拉个两只超级出啊？你要能拉到啊，没拉到也是废啊。死灵法师可以站前面，死灵法师血量超高。哇，你中间扣一格哎、欸！特地的。好吧，因为他哎呀，这个什么，他刺客太积极的话，你全部人会死，所以你空一格的话，刚好不多也不少。喂，哦，啊，被我一直砍了，不知道，好可怜哦。你的兽王嘞？我也好想知道啊！我反而是这一个来啦。五星的巫妖可以不用再凑了吗？哦，干扰者来齐啦！你确定吗？那我不凑了。嗯，因为。平均效益不好啊！吼，来这一把，我就对面变晚了吧？这样，我干扰者爬三只啊！哦，兽王来一只啦，再多一只好不好啊？不用存钱了，不用存钱了。我在刷哦。刷起来，刷起来！这边刷到没钱了、啊，这边很要哎、欸。哇，潮汐是不是被人家拿了、啊？为什么好像都没刷到？没有，人家那个是五星的。可以、哦，弹起来，弹起来。我打可能还要再多一场哦。他要下去了。哦，下去了，好快，姐姐。他那个他没有把你的后板卸掉。为什么只有一个啊？好在问他。过分哦。